空裂缝开启，夸克族与地球即将毁灭。由幻之星、月之星、岩之星、智之星、石之星组成的蒙骑士团，以牺牲的精神与勇气，展开一场对抗暗黑势力的时空战役。Go Magic Love！ Yeah！在大街小巷，就像一阵风，我喜欢飞翔。燃烧我热情的火，把天空照亮，发光发烫。只要我脑力激荡，想穿越时光，不再是梦想。只要我胡思乱想，每天的服装都不一样。虽然有时候会跌倒，也会装傻，但有你在，什么都不怕。Get power， 神奇的魔法，当我们彼此心怀对方，就算再多的艰难，再多悲伤。Get power， magic love。我练习了这么久，魔法都没有成功过一次。修复魔法必须要靠你自己去寻找。在面对别人的心理创伤，必须要产生同理心。成功了吗？你这是什么魔法呀？我不能够让你通过简历考试啊！拜托了，知道我没什么才华，就算才华给你也是白费。你只要把答应我的事做到，我就会帮你报仇。好，我就给你反噬镜。什么人？反噬镜？你为什么要反噬镜？你是不是和暗黑大帝做了交易？你根本是夸克族之耻！就是你害我变成夸克之耻的。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报复你。难道不只会是暗黑族变的？小心，有暗黑气息。电击！艾瑞克，小心！已经快要撑不住了，等到下一波能量来，我们一定挡不住。站住！艾瑞克，是不是我看到两道能量？一个是海蒂斯，另外一个应该就是银身女公爵。时空裂缝的封印是由各种不同的力量交错在不同的空间中进行的，有海蒂斯的影响，这较边缘却薄弱的地方也遭受了破坏，而且现在极有可能越来越大。封印的力量是需要魔骑士的五星、奈尔公主、精灵族，还有一股不知名的力量。感动西教长老，封印已经快要撑不住了。海蒂斯出现了吗？而且还不止这样，我们看到了两个能量。两个能量？这是海蒂斯跟银身女公爵。糟了。你到底订了多少东西啊？没有很多啦，差不多在四五箱就对了。还有四五箱？那到底是什么啊？哇，这是睡美人王子的衣服。睡美人？还有这个，睡美人公主的衣服。那这箱呢？哦，我看，那箱应该是白雪公主的王子和公主，还有。这个是灰姑娘，还有美人鱼和拇指姑娘。这些是什么啊？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这些应该都是人类世界的童话故事，而且都是王子和公主的故事。冰雹，冰雹，欧巴，你最厉害了！说不定你要这么多衣服干嘛？哦，因为要校庆啦！我要和小爱哥哥演王子和公主的话剧，可是我不知道小爱哥哥到底喜欢哪一个童话故事，所以就先都买回来备用。对耶，校庆要到了。校庆听起来好像很好玩。你们学员的校庆很好玩哦，都会办园游会，还有大家的表演，超好玩的。大家的表演每个人都要吗？不一定啦。
啦，你也可以准备园游会的摊位。那我也要演话剧。好啊，但是你要找别人跟你演哦，因为我只能演小爱哥哥的公主。你们会不会想得太早了？这个学期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会不会办校庆？哼，我看还是个问题吧。不会啦，我相信一定会举办的。蒙骑士团紧急会议，请蒙骑士立刻到校长室报到。走吧。紧急会议，先去吧。那申请的事，我再查清楚。好。你先去开会吧，让我来继续说服他，请他让我来帮他疗愈悲伤。好。好像发生了什么很严重的事哎。嗯，不用担心，小爱哥哥是蒙骑士的队长，他一定会保护蒙学园的。灵三角结，火药！哎，站住！火药！哎，那个，Amigo，状况就是这样。非常非常混乱，现在你们都已经知道了。其实反噬镜是为了要保护结界而设下的障眼法，是200年前黑化大战之后所设下来的。没错，结界一直都是由我们精灵族所保护的，一直到赫炎，他把海蒂斯带进来，暗黑能量也跟着进来，就是因为这样破坏了结界的边缘，所以现在变得越来越严重，时空裂缝变得相当混乱，能不能重新封印呢？重新封印是不可能的，但以我们现在蒙骑士四星，再加上我或者是大长老的力量，修复目前的裂缝应该是没有问题。我也跟着去吧。不，阿诺，蒙学园需要你的领导，你还是留下来吧，但是不要跟同学讲太多这件事，免得引起恐慌。是。肖长青，我们走吧。嗯，你们要跟好哦。嗯。大长老。嗯。那就麻烦你们了。好。蒙骑士们，准备召唤石卷石。是。请等一下，大长老，请给我点时间，让我进去抓海蒂斯。不行。太危险了，离开这裂缝，我们不能再等了。大长老，看来阴森女公爵，她的能量已经找到海蒂斯了。我们一定要比她早一步拿到海蒂斯才行啊！校长，时空裂缝这么大，而且到处都是能量漩涡，光是要保持清醒平衡就已经很困难了，要去哪里找海蒂斯啊？而且，万一如果真的遇到阴森女公爵，里面又不能使用魔法。我知道，但如果我们不阻止她。如果让他拿到海蒂斯的话，谁能保证这个封印能够撑多久？好吧，侯少爷队长，是，那就麻烦你以你们进入时空裂缝的固定时间为准，把费斯特长老送进去，时间一到就拉了出来。情况顺利的话，当然没问题。那如果不顺利的话呢？不顺利的话，就请大长老进行封印修复，我在里面自己会想办法的。无论如何，千万不可以让海蒂斯出到时空裂缝之外。到里面之后，千万不要使用魔法，万一发生什么作用，我们也帮不了你。嗯。费斯特长老，一切小心。如果你遇到了阴森女公爵，先避开她，以海蒂斯为主。我知道了，谢大长老神权。各位同学，校庆要如期举办，真是太好了。看出来，大甜甜老师已经指派我要担任本季校庆的活动组长。为什么是你当组长？是我主动争取的啊，因为啊，
这本来是学生会长负责工作，可是蒙骑士最近很忙哎，所以我当然要来帮小爱哥哥的忙。这有什么好争的？当组长没有薪水领，又要负那么多的责任。啊，你喜欢的话，不然给你当副组长啊？真的吗？那我可以当副组长吗？可以啊，那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副组长。好哎。可是我要做什么啊？可以帮忙想活动啊。那我也来一起演话剧好了。不行不行，大甜甜老师很喜欢我想的童话故事哎，而且男女主角已经决定好了，你要再想别的啦。啊，不然你来演配角好了。配角？我才不要演配角。哎，妙信，妙信，还是我们校庆一起来模仿卡布里兄弟，好不好？不要了。小蝴蝶，活动报名表都交得差不多嘞。谢谢。除了蒙奇士还没有交以外，就剩米雅欣还没交了。米雅欣还没交？你干嘛这样不合群啊？你已经不是蒙奇士了，跟我们大家都一样，好不好？同步一下。碧城大气，你不要乱讲。小蝴蝶，你准备这么多衣服，到底决定要演哪一出呢？还要问男主角的意见呢，所以要等小爱哥哥回来才知道。演话剧要想的事怎么这么多啊？我决定了，弟弟卡，以后话剧以外的事情就交给你来决定。为什么是我？因为你是副组长。副组长，好，那就让我来想一些有趣的活动好了。鞋子已经破损了，下一步我的阴森女公爵就要破墙而出，为我送来海蒂斯了。哈哈，太好了！海莱万岁！海莱万岁！花各族的供应算什么？能比我海蒂斯强大吗？哼！等我拿到海蒂斯，破除这该死的地下水道封印，就带你们去占领蒙学园，毁掉整个花各族！哈哈哈哈！海莱万岁！海莱万岁！时间设定三城区，准备，走。声音啊，应该就是阴森女公爵吧？糟糕，果然真的先遇到了。要不要把菲斯特校长拉回来？火闪炼队长，把他拉回来吧。是。海蒂斯是我的。看来不使用魔法是不行。圣光之盾。怎么拉得这么紧啊？费斯特长老不是叫你不要使用魔法吗？哎，小心！我都不怕。长老不是叫你不要使用魔法吗？哎，小心！没事吧？大家不要分心，准备修补封印。是是是。幻之心、石之心、月之心、岩之心。
艾克，你把侯少烈队长跟蒋尚先先检查一下。我怕。啊，我去看一下阿米狗的状况。魔法浓度修修补补，复原。阿米狗，慢慢起来。有比较好吗？我没事了，谢谢你。那结界现在怎么样了？菲斯特校长被封印在里面。啊？大家先不要惊慌，菲斯特是我夸克族数一数二智勇双全长老，就算他遇上了阴森女公爵，但他不一定会输，很有可能会把海蒂斯给带回来。要海蒂斯，阴森女公爵怎么又失联了？可恶，发生什么事了？禀告暗黑大帝，会不会是夸克人从中作梗？请暗黑大帝下令，我们要攻进蒙学园。地下水道被封住，你要从哪里攻进去？笨蛋！啊，我错了，我错了。阴森女公爵，你千万不要让我失望。你们回来了，费斯特校长呢？报告帕主任，费斯特校长他进入了时空裂缝之后，可能遇到了阴森女公爵。可能？你们怎么知道？因为我们在结界那边就听到有一个女人的笑声从里面传出来。后来可能是两个人遇到了，而且发生了冲突，一直有能量波传出来，连菲斯特校长身上的感应环上面的绳索都震断了。那就不就回不来了吗？哎，菲斯特他原本就很擅长时空旅行，这点我并不担心，我怕的是不晓得他能够支持多久啊。我有一个疑问。你说，如果阴森女公爵还活着，又抢到了海蒂斯，那之前封印的地下水道是不是有可能被她解开来？哎，这个嘛，这个是有可能啊，但是她必须要懂得如何来运用这反视镜，到这蒙学园来啊。多吉大长老。时空裂缝和结界遭这么大的破坏，新的封印可以维持多久？不会太久。所以呢，最重要的还是要赶快来找到所有封印的元素。奇怪，小爱哥哥这次怎么去那么久啊？米雅欣，你知不知道小爱哥哥去哪了？不知道，应该不会有事啦。无言都变好了，这下暗黑大帝没戏唱啦。嗯，对啊，他们应该是在讨论校庆的特别节目。我也好想跟小爱哥哥讨论话剧哦，可是他都不快点回来。哎，什么话剧啊？是超浪漫的睡美人，王子会穿过森林，走过荆棘。找到了沉睡一百年的公主，然后啊，王子就会牵起公主的小手，亲一下，好浪漫啊！哇，穿过森林，走过荆棘，找一个睡了一百年的女生，然后亲一下，她就醒来了。这到底有什么好浪漫？你不懂啦。不知道小爱哥哥什么时候才可以来跟我排戏？不过是就是欠一个男主角，那我就勉为其难一下啦。你要当男主角哦？嗯。又不是要演《公主与大马戏团》。我有话要对你说，我
我打听过了，你离开南盟之后，你就转到护理学校去了，之后就完全失去音讯。我知道你碰到了一些很不愉快的事情，如果是跟我有关的，你可以尽量怪到我的头上。我也愿意跟你道歉。道歉？你想跟我道歉？你是高高在上的帕主任呢，我承受不起。我看你是因为长老会要追究责任，逼不得已吧？长老会并没有要跟我追究什么，我是真心诚意要来跟你道歉的。对不起，我最好会相信。你相信也好，不信也好，我只想表达我想说的。我想向你澄清，我当初并没有恶意。但是你宁可让整个夸克族陷入危机，你也要跟暗黑大帝合作，就是为了要报复，这样子就不对了吧？我本来也要跟暗黑大帝合作啊，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渐渐的我就被他洗脑，然后我就成了他的俘虏。暗黑大帝他最擅长的，就是把人心里面的不满无限的扩大，最后就会让仇恨蒙蔽了他的理智。现在说什么都已经太迟了。你一定很恨我。我跟你没有仇恨呢，以前没有，现在也没有啊。我曾经是暗黑大帝的卧底，你不恨我吗？我刚刚已经跟你说过了，你是被你的仇恨蒙蔽了你的理智。现在说这些都没差了啦，反正我犯下那么大的错误，一定要受重罚。你替暗黑大帝做事，你当然是犯下了大错。现在长老会也正在研究对你的处罚方式。但是我们并没有放弃你，也请你不要放弃你自己。事到如今，还说什么不放弃？我自己做的事情，我自己当。我会向长老会求情的，相信我。惩罚决定公告了没？还没。我想应该不轻吧。我觉得我也有责任。为什么？我第一天来报道时就遇见他，当时我就觉得他和 King 很奇怪。
都很冷漠，又带着怒气。你是说你迷路那一天吗？你还绕了很多圈。我是说无言，你干嘛说我啊？哎呀，放轻松。无言他是帮暗黑大帝做事，你怎么会有责任呢？如果我早一点跟帕主任报告，就可以早一点发现。当时你也只是有个感觉，又没有证据，怎么报告啊？不要想那么多了。对了，蒂蒂娜不是要帮无言修复吗？无言不肯，学校也还没有同意。哇，好饿哦，不知道吃。哇，哇塞，这怎么回事啊？是大胃王比赛吗？你在说你自己吧？一次就可以吃掉两三份哎。我不一样啊，我动脑，动脑了比较容易饿。我们今天奔波了一天，才是真的饿吧？找到你们啦！蒂蒂卡，你怎么了？跑来跑去，好像很忙的样子。我当然很忙啊，我现在可是校庆的活动组的副组长哎。哦，谢谢你啊，这本来应该是我们学生会的工作，辛苦你了。不会，不辛苦。那你们想好你们要表演什么节目了吗？我也要表演吗？我不表演。不行，校庆是大家共通的活动，像艾瑞克跟小蝴蝶就要一起演话剧啊。啊，我也要演话剧。对耶，小蝴蝶啊已经把所有的衣服都准备好了，就等艾瑞克会长来挑戏码咯。而且全部都是王子跟公主的浪漫故事。我可以拒绝吗？我看啊很难咯。所以艾瑞克搞定咯。那你们呢？可以不要吗？一定要。我没有表演细胞，又怕上台，算了吧。不怕，不然你跟我一起表演好了。啊？哎呦，你不用担心啦，我会把节目想好，就这么决定了。就这么决定了。嗯。但至于其他人，就交给米亚欣吧。我？对啊。为什么是我？因为你很聪明，而且你又了解他们，跟大家都是好朋友，但你又不是蒙骑士，所以你应该没有那么忙，这件事交给你应该是最正确的。为什么觉得有点痛痛的？却蛮有道理的。好，所以现在目前确定每个人都有节目了，搞定。怎么好像看到男版的小蝴蝶啊？嗯，真的。公告：保健室护理师无言做出危害蒙学员的行为，本应立即开除，但念及其为受到暗黑势力胁迫，且本人已有充分悔意，长老会决定给予改过自新之机会，即日起解除禁闭，恢复自由，保留原职与保健室服务，特此公告。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没想到长老会竟然愿意给他一个机会。我不太放心，暗黑大帝不会这么容易就放过他，一定还会支持他继续破坏蒙学园。这也未必，如果他愿意妥协跟我们一起对抗暗黑大帝，那就不会受控制。希望无言可以好好珍惜这个机会，改过自新。你觉得怎么样？不意外。不意外。听说帕主任向长老会保证，一定会让无言变得更好。帕主任保证，绕了一大圈，也总算有好结果。太好了，无言可以安心留在这里了。我觉得这样根本没有惩罚到吧？哎，你有没有听到？太夸张了吧？无言护理室是暗黑卧底，哎，这应该要重罚吧？怎么可以放他自由啊？对啊，这样我们的安全根本没有保障，至少要被逐出蒙学园呢。长老会怎么可以？我也觉得无言不应该留在这个学校。可是无言他已经知错了，而且也说要惩罚了啊。反视镜又没有被偷走。那次是刚好你们遇到，那假如没有遇到呢？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可是现在那些都没有发生啊，而且我相信无言他不会做坏事的。凭什么这么相信他啊？对啊，凭什么要相信他？长老会就是相信无言会改过，所以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啊。难道你们不相信长老会的决定吗？啊，有了，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给改过自新的人一个机会，所以我决定要邀请无言来看表演，说不定还可以请他俩表演他最拿手的占卜呢。好嘞，那我要第一个算。不要。找他好吗？当然好啊，只是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哦。没关系，那我陪你去找他。我也去。你根本就只是想要来看无言有没有变好吧？你啊，还是去找艾格尼斯确认你的表演项目吧，不要跟着我们，走吧。好吧，那我就去找艾格尼斯吧。无言，戴丽丽老师。刚才长老会对你做出了整处公告，你都听到了吧？我听到了。那这是好事哎，你干嘛板着一张脸啊？哎呀，放轻松，无言啊，我的帕主任为了你可是做了最大的努力，你一定要好好谢谢他啊。我知道。不过自由归自由，这个辅导还是不能免的，所以帕主任已经指派我来作为你的主教辅导人，也就是说接下来你如果出了任何的差错，我也要负起连带的责任哦。对不起大甜甜老师，是我连累你了。 Yes sir， 我一定会改过，要这么有决心才可以嘛，是不是？你放心，我呢就会用爱的教育跟铁的纪律来感化学生了，所以接下来你就继续归我管，希望你真的可以彻底的改邪归正，好好的痛定思痛，反省自己。Yes sir， 我一定会改过。好，非常好，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有很好的表现。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希望你要好好把握，知道吗？知道。那现在可以自由活动了。在这里关了这么多天，不出去走走看看？我还是喜欢留在这里。无言啊，我知道啦，你是不是不想去外面，怕面对同学的眼光啊？不过也许跟你想的不一样啊，而且你自己一定要先改变，要先乐观起来嘛。更别说我的怕，他对你是那么的好，你心里应该明白啊。这些我都知道，只是我怕引起大家的愤怒。毕竟我犯下那么大的错误，还造成蒙学园这么大的恐慌。我想，我需要一些时间来沉淀一下。大甜甜老师，哎。肯定是来找你的，丁丁娜，派咪什么事啊？我们是来找无言的。毕竟我犯下那么大的错误，还造成蒙学园这么大的恐慌。我想，我需要一些时间来沉淀一下。甜甜老师，哎，躲什么？肯定是来找你的。弟弟娜，派咪什么事啊？我们是来找无言的。哦，找无言呐、啊？找无言什么事啊？帕主任可是有交代我要好好照顾他，不希望有同学来找他麻烦哦。哦，我们不是来找麻烦的，我们是来邀请他明天圆游会的时候跟我们一起摆摊做占卜。找我？你们不怕生意会变得很冷清吗？不怕没有人会来光顾吗？你想太多了，大
家一直都很喜欢找你算命，不是吗？对呀、啊，这个好，这个好，我赞成。园游会啊，本来就是要弄一些有趣的事情，才可以留下美好的回忆嘛。无言，去啦。好，谢谢你们。哎哎哎，丽雅，丽雅，来来来，你来你来，我问你哦，你之前说那个奈雅圣剑的故事，哎，这边是不是跟这本书说的一样啊？我拜托你饶了我，这些都是小锁长老告诉我的故事，哪有书啊？你再问他也没有用，他早就忘记了。其实奈雅圣剑的故事很简单，故事是说在宇宙间有一把叫做奈雅的剑，这把剑它会发出一种特别的能量频率，但是呢，这种能量频率跟一般的生命体或是种族都不一样，所以大家都看不到它。这把叫做奈雅的剑，就孤单地在宇宙间漂浮，等待，等待一个光明磊落的人，而且跟他拥有相同频率的人出现。这时，这把奈雅之剑就会跟这个人结合，成为一把力量强大的奈雅圣剑。奈雅圣剑，嗯哼，哇，哎，他都记得哎。嗯，对对对对对，差不多就是这样，很简单的。哇，那故事有没有说到要怎么启动这个奈雅圣剑呢？没有哎。没有啊。你们是夸克族。却在索利族长大，加上你刚刚那个半真半假的故事，这其中到底有什么意义啊？你该不会认真的觉得这些故事真的会发生吧？有可能哦。哼，逆行之声不就真的发生了吗？哎，对对对对对，连你也相信？算了算了，你们慢慢讲故事。哦，艾格尼斯，你就不要再逃避了嘛！上次是你答应我要跟我一起在校庆的时候表演，我们要把握时间练习啊！我哪有答应你啊？你这样根本就是强迫中奖嘛！中奖，中奖是件好事啊，所以你应该开心这样领奖啊！而且我们还没决定好要表演什么，我们赶紧决定一下吧。好吧，那。你有什么想法吗？哦，我想法非常的多，我列了一张表，啊，在这，你看，上面全部都是我拿手的项目，我可是文武双全哦。你会不会太夸张了？写毛笔字，嗯哼，织布，嗯，讲笑话，嗯哼，这也算啊？这当然算啊。哎呦，你不用羡慕我啦，我会的东西比较多。还是我配合你，你在聊什么？当观众。没有这个选项哎，还有呢？哦，我看书很快。否决。算了算了，不然我给你三选一好了。男女对唱怎么样？绝对不行，我唱歌会发抖。啊，不行哦。那演话剧。话剧。不行不行啊，这样会受伤哎。那只剩下一个难度最高的咯。难度最高，你应该不会害怕吧？怎么可能？我想也是，艾格尼斯最喜欢接受挑战了，对吧？那你说到底是什么表演？
只剩下一个难度最高的咯。难度最高？你应该不会害怕吧？怎么可能？我想也是，艾格尼斯最喜欢接受挑战了，对不对？那你说到底是什么表演？那就是跳舞。跳舞？嗯，你想想，如果我们两个在校庆上一起跳舞的话，绝对能全场惊艳。跳舞？这个决定真是太棒了，我先去排舞，时间紧迫。基地卡，小蝴蝶，你怎么会在这里啊？我有烦恼，真的好烦恼哦！你可以帮忙我吗？可以，怎么了？还不就为了那个睡美人？你不是已经准备得很周全了吗？没有，我找不到我的巫婆。是什么巫婆啊？就是那个诅咒睡美人的坏巫婆啊。哦，我不知道找谁演啊。你可以找泰明他们啊，你们不是好朋友吗？哎呦，不行啦，谁要演坏人？而且哪有我自己演公主，然后我的好朋友演坏巫婆的，这样很没有义气耶。哦，啊，那不然就不要演坏巫婆啊。哎呀，你根本就是在帮倒忙嘛！没有坏巫婆，那睡美人就不用睡啦，睡美人不用睡，那王子要怎么来？我是真的很烦恼哎，你为什么要笑？对不起，我不是在笑你。我只是觉得能为这种事情烦恼的人真的很可爱。我只是觉得能为这种事情而烦恼的人真的很可爱，这句话什么意思啊？祝你早日解决问题吧。哎，等一下，你要去找小爱哥哥？嗯，我跟你一起去。阴仙女公爵，她是暗黑大帝的分身之一，然后当时被封印在时空裂缝里，到现在已经有213年了。分身啊，那这样子，阴仙女公爵跟海蒂斯有什么不同啊？虽然都是暗黑大帝的分身，可是应该会有不同吧？我知道，阴仙女公爵跟海蒂斯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长得不太一样。大小也不一样吧？哎，你好厉害哦，大小不一样哦。哎呀，笑一笑比较好。自从你们从结界回来之后啊，都觉得你们心情很沉重，跟现在要举办校庆的气氛真是格格不入。哎，你们该不会不想表演吧？哎，第一卡不会放过我哎。哎呦，米亚欣。我真的不适合表演哎，我也不适合。你，不是啊，你不是跟蒂莉卡同一组吗？你们想好要表演什么了？我不知道。那这样子，艾瑞克，你也已经有表演了。啊，对对对对对，那个浪漫的童话故事。其实我更不想演什么王子公主的话剧，我不会演，而且我也无法保护我的公主。演话剧，只是小蝴蝶她一厢情愿。我做不到。李亚欣，你在哪里啊？出来！吴言怎么了？我一直觉得很不安，感觉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海蒂斯是暗黑大帝的使眷使，阴仙女公爵则是形体的一部分。那命定第三人到底是谁啊？蒂莉卡邀你跳舞。舞会不是表演跳舞的吗？该不会不明白舞会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吧？在舞会的时候，你可以邀请你喜欢的人跳舞，是这个意思吗？你不喜欢我哥吗？太过了！太过了！哎，蝶啊！他们大大跟谁演同一场戏？我不说别人的坏话了。我跟你说，配合最多
演是给大家看你演我的他好好我也是我也出演你就走过来说燕王你怎么了好燕王你怎么了米亚斯然后后来换我讲话因为我想说金融金无聊他就刚被搭到我这边然后那时候我坐着我就这样救我可以啦不要想只要我哭死五星当中哪一个星最伟大爱之星因为我每天晚上都会看到那个月亮假上星因为我的耳朵比人家长但有你在什么欧趴等一下拉住我然后嘿不要走了因为我不要这样你还在那跑了你也是不是哪有啊明明就是你刚刚在来人的哎哎哎对不起